这个方法可以让你在开荒的时候比别人多一块九级地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啊，把所有的主力战法全下了，给内政讲。那我们现在来测测，究竟一晚上能差多少？现在势力是5296，资源产量我们分别看木头19623，铁矿20940，石头13597，粮食14597。那我们看看把内政官的技能全部点满的话究竟差多少，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 OK， 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现在木头是20173，铁矿是21669，石头是13946，粮食是14975，这样差不多正好是多2000出头一点哦。如果你势力更高会多更多，所以这个收益还是很高的，晚上睡一觉8个小时，这样就接近有20000左右的收益。点个赞，杰克杰克。